追忆中枢目前仅开放特定人员进入。真有意思的武器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你是我制造的，我们可能太迟了。我可是首席熔炉师。有些人说刚刚我喷火，终于是大乱吗？不想讨论这件事。谈判你说的没错。请抵抗。我建议你尽快将卷轴还至正确位置，只有弃世者有权查看这些记录。这就问聪明的问题，等你有新想法了再回来。导体启动了，把我给你的灵魄送进去。有新的百位机兵设计吗？尼卡尼寇斯，中枢也能从这个东西萃取出记忆吗？那是什么？其中一名弃世者留下的精华碎片，这可能拥有他们来源的秘密。真有意思。啊，
追忆中枢恢复运作了。你有价值，但比不上我。哦，太好了，中枢没有爆炸。莱索尼亚对于弃世者的记忆散落在其他记忆之中，那就简单收集弃世者相关的记忆，其他就存入资料库，应该不会爆炸，大概吧。我不太会离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准备好了，拿去灵魂之镜查看记忆。我的朋友交给你了，你跟莱索尼亚对战过。森林堡的未来在我们手中。如果你坚持要继续插手，我只能强制将你驱离中枢。我发誓要重写他的程序，否则死不罢休。你先去吧，快来帮我！我要保护首席熔炉室。相信过程，只是时间到了，一切自然会明朗。我每一秒都感受到自我在消失。你是多久以前经历这个过程的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当时痛苦万分，现在却已经毫无感受，一切都会过去。警告过他们，为了遵循这条道路而牺牲一切，最终会造就我们的毁灭。你希望我怎么做？跟我来吧，我们会一起带领奇瑞安走上新的道路，我们会一起纠正御林者所犯的错误。
事者，听我说，我们被迫放弃了太多重要的事物，真正能给我们力量的事物。我们要以弃世者的名义占领纯洁神殿，并且摧毁所有阻挡我们的人。我好像知道哪里还有灵魂之境，去北边的洞窟，我们会在那里跟你会合。乌瑟，让名为弃世者的天谴降临在生灵堡。莱索尼亚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共享。你似乎没有权限查看这个记忆。你的世界有什么特殊的奇怪？继续让注意闪白鞋，我来修理。你有特殊的记忆啊，请立即自行离开中枢，否则你会被驱离。我好像发生错误了，请容我先失去意识。首席熔炉士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在寻找什么知识？怎么样？你要告诉我们贡品在哪里吗？我的权限禁止我透露贡品的详细位置，只能提供大概的方向，例如向南边前进。我不能攻击他，我不能攻击这个目标。第一个储物地点就在这条路上。停下来，我感觉到附近有结界。弃世者多不生疏，你得时时小心。再接受死。我没有目标。你现在该再一次往南边走。他可真是开朗啊。我知道，这才是注意事正常的行为。你很靠近目标了。有人入侵。在那里，保护我好吗？来到了尽头。
有人入侵。我不在距离半百米，我需要先有一个目标。我会在御灵者宝库的入口等你，它坐落于你目前位置的更南方。我们来看看你能撑多久。有人入侵，不要打扰我们。只要你的决心还在，就不算真正的失败。有我可以效劳的吗？我能为你效劳吗？我是首席熔炉师，生灵堡发展的核心人物。我得承认，我来这里的主要理由只是想证明自己办得到，这挺有意思的。保持专注，我们有任务在身。生灵堡的未来在我们手中。你们难道是想进入内部保护吗？我是个忙碌的事，你就不能早点说吗？来人，我这边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来搞定。屏障解除了，下去完成你们的目标吧。欢迎来到御灵者宝库，请说出你们来访的目的，以立记录。你到底制造了几个啊？我曾经将保存的记忆放置对应的眼器来查看。心怀勇气，从过去中学习，但不要驻足不前。为什么要送走心怀仇恨的人？
他的视野过于狭隘，不适合我要给你的东西。有另一股力量在崛起，我们不必独自夺下生灵宝。跟我来，等你占领纯洁神殿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觐见御灵者。我们又说的简单，会一起成就大事。做起来很难。如果还能夺下其他地方，我明白了，一定会完成。居然是真的，气势者跟渊侯有关联。我不只是为了生灵宝，更是为了整个暗影之境。